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个视频只有女生才能观看。大家好，我是小安。如标题所见，这期视频仅为女性观众开放，但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期视频的挑战对男生来说难度太高了，只有女生才能比较轻松的通过。有人可能不服气，那就试试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水平成功通过了。在挑战开始之前，只有 6% 的人能在3秒内点赞和关注。你是这 6% 吗？那么第一关，3、2、1。很好，你打败了63%的人。更加艰难的第二关，请做好准备。没有女生能看懂的视频，懂。You know who hit me up last night? No. Yeah, and then you know what he said? No way. Yeah, again. Oh my god. With her? Yes, with her. Oh my god. I swear to god, if I'm gonna, you know what I'm gonna do? Yeah.看到这里，全部看到的观众将获得女性之友奖章，请发送评论领取。觉得简单的也可以去我的主页参加更多挑战。好了，我是小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